呀、yeah, ，大家好，我是人家隔壁的阳光男孩。前阵子啊，有一首歌啊，非常的红，那很多人呢也试着去挑战它，觉得它这首歌难度非常高。我自己觉得呢，确实还蛮困难的。对，今天呢，我就让办公室的人呢来挑战看这首歌。什么歌呢？它就是林宥嘉的《手拳》。哎呦，手拳。那待会呢，我有准备有这个麦克风。只要手上拿这个麦克风的人呢，就要去试着挑战这首歌，看看他们能不能。OK， 出发了 ，Go！ 啊，我说 Go， 现在我们就来找第一位。我们看看呢，小刚。哎，小刚，我想问你一下哦。什么？我操！这个干什么？我是说，你有没有听过那个前阵子还蛮红的《兜圈》？这个时候你 OK 吗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哎呦，他谁？哎呦，很有自信哎，又找对人了。我是谁？你疯子！OK， 那你试看看，我试看看，来喽。嗯，路过了学校花园、荒野到海边、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暂停时间。哎，有什么让我唱两句而已？因为我觉得你再唱下去就会对，你就是怕我比过你而已嘛。好的，我们现在呢去找第二位，走，我们的。M&M 巧克力，你好，嗨，你好。当然，我只是想问你说，你有没有听过前阵子还蛮红的兜圈？有啊有。哦，你想想试着挑战看看。对啊。我再拍一片。啊，我要认真唱的吗？当然没问题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荒野到海边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徘徊到繁华世界。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，绕过了城外边界，开始没告别，错过了太久，反而错得完美无缺，幸福兜了一个圈。哎，哇，最后还转了一个音，哎，好听好听，哎，好听哎，太厉害了。OK， 那我们后面还要再唱吗？不用，我觉得我们大概已经高标了，是吗？好 ，OK， 谢谢 Anne， 对，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点赞。我们刚刚才第二位挑战者嘛，就这么厉害了。我们现在来找第三位看看能不能 ，OK， 走 ，OK， 我们现在来到另外一个简简的聚落 ，Lucky， 兜圈有听过吗？没有。好，那没关系，直接放弃。下一个，那不然我再找简简，志奇。啊，志奇，嗨，嗨，你要知道前阵子还蛮红的一首兜圈吗？那、嗯、挑战看看好不好？哦，好哦，来，哎、可以、哦，来，自己看什么？对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荒野到海边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徘徊到繁华世界。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，路过了城外边界，还是没告别，爱错过了太久，反而错得完美无缺，幸福兜了一个圈。哦，梁静茹，哎，你声音很像梁静茹，哎，真的吗？我觉得很像、啊。嗯，没有人这么说。哇，太厉害了，我们办公室真的高手很多，感谢你。好，谢谢。Go。海泉，那个啊，你们试试看。海泉，你干嘛变那么奇怪了？对啊，为什么那么恶心呢？因为他突然很忙的样子，我怕打扰到他。我觉得我突然很忙。不是突然，你一直都很忙吗？对，他说我看起来很闲的样子。也不是啦。赞赞，我们接下来找下一个，走。嗨，一帆。嗨。我想问你有没有空，就是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走音了。再好，再次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荒野的海边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徘徊到繁华世界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，绕过了城外边界，还是没告别，错过了太久，反而错得完美无缺，幸福兜了一个圈。哦，好听好听好听，耶，成功，谢谢。走，小麦，在忙吗？交给你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荒野到海边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情。
快 ，OK， 哇，你刚刚把对改歌了，改歌了，可以，你刚把它诠释到另外一首歌，我觉得你很有创作的天赋哎，我刚刚是用一种 R&B 的手法，有感觉到，感觉到，哎、欸，真的，幸福兜了一个圈，啊，赞，准备好就开始，好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花店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徘徊到繁华世界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，绕过了城外边界，还是没告别，错过了太久，反而错得完美无缺。幸福兜了一个圈。哇！你音好准哦。好紧张哦。好听好听，可是唱的很不错哎。可以。OK， 我们现在在想一下要找哪一位，你觉得嘞？我不知道啊，都差不多找完了。差不多好，那你来。好，来了，挑战看看。没问题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花园到海边，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幸福兜了一个圈。真的其实还不错，是不是？啊 ？OK， 哇，刚刚听了这么多办公室人，基本上几乎每个都会唱，哎，太厉害了！我们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啊！对，要结束了，你说要唱？我吗？你自己没有唱？哇，这个歌真的不好唱哎！你要为我们男生血耻，今天大家表现的都真的，而且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暂停时间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许不到了一。都几乎都是女生能驾驭这首歌哎，女生很棒。那我试试看，好，好吧。路过了学校花店，花也到海边，有一种浪漫的爱是浪费时间，徘徊到繁华世界，才发现你背影平凡的特别，绕过了城外边界，还是没告别，错过了太久，反而错得完美无缺，幸福兜了一个圈。OK， 最后呢，还想听我们办公室人唱什么歌，或是刚刚觉得谁唱得不错的，也可以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我是人家隔壁的阳光男孩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拜拜。你在跳啊，拜拜。专心的唱，好。过了城外边界，还是没告别，还错过了太久。